这个是疯子，这个是怎样？疯老，他也是个，对，他也是个疯的。哟，你刚才你没来公开，长我咧创啥我都唔知呀、啊，你知哦？你说他很疯是不是？来，对啊，我们工会会不会漏气就看这次了。各位观众，哇哦！哦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啊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竞标的游戏哦。那我现在来标的是这个龙银戒指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哎、欸、秀琴，龙银应该算很好打的。你觉得我要弄到那么高的价格去标吗？想要玩暴击的，每个人手上都想要两个，一个到两个。哦，对吧？想要玩暴击的方向很多啊，暴刺、哦明暴、暴烈。林姐，暴起，暴攻，掉，会不会连铁匠都想爆、啊？对啊，铁匠啊，林姐啊，林姐要一个、啊。那干嘛 all in 的哦？要 all in 吗？这干将有点贵，30万哎。那这真的是 all in 吗？你凭良心说。如果我有那个实力的话，我就。哦，你我懂，你是说财力的话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你这句话我听得懂。我想，那个解蛋该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，你知道？哎，对。靠背啊，我。那我下标了。开落啊！我开落啊！我真正开落啊！开落啊！各位观众，我老啦！哎、欸，确定吗？对啊，休息玩下去哦。哦，绕绕 ，K， 哎，为什么不能买？哎、欸，你付一下硬币，要不然 K， 管他。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死？哎、欸，你们最后会不会生死竞标啊？会啊、哦。这一颗一定会。龙应该基本上都会。哦，是哦。干，可是我钱又不够了、欸。那一颗拍39就没上去了。那怎么办？那这次是不是超过39啊？应该不贵，应该也是39内。还有14秒，倒数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到底有没有飙到呢？啊 ！PK。哦，龙银戒指进入了 PK 的环节了，到底平百姓这一次有没有办法拿到这颗龙银戒指呢？干，不是我要刷火箭刷起来，我要看到一刷起来一大堆暗战，然后我又飙不到了，干，火箭给他刷起来。哎，这个木箱感觉势在必得哦。我电话早上已经开通了。早上已经开动了。哦，好了，不然大家都不要标了，你该用骰的好不好？百姓人气输了，快点！我他妈不是，我要不是不用啦，我不要人气啊，我只要戒指啊，靠边！干不能输啊，不能输啊！你们用钻石一直 K 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我一直赞助你的人气，真的吗？干人气已经来到10000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对，哎，你说，你应该是标不太赢这个木商啊，不是啊，只要是客长我都标不赢啊。这个是疯子，这个是怎样？疯的，他也是个，对，他是个疯的。好，你两个，我今天，哎、欸，我今天看了几场拍卖都他的事。哎、欸，你刚才你没来公开，长我咧创啥我都唔知呀、啊，你知道？我定交给你了。你说他很疯是不是？来，是啊，我们工会会不会漏气就看这次了。各位观众，哇哦！哎、哦、哎、欸，百姓直接中，哈哈，随机哎，谁中？我吗、啊、？KO！ 哇，一切都在我的预计范围内，哇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哎、欸，一块钱都没有多。
哎呦，看到没有？七个六，六六六。OK。哦，我很怕他给我飙下去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皮白星，我老。